安波华语足球快讯，2023年2月18日。英足总对红军太妃堂进行指控。英足总官方表示，由于比赛中出现了混乱，对利物浦和爱华顿两家球会进行指控。英足总官方声明，2月13日星期一，当地时间，在英超联赛的比赛中，利物浦和爱华顿被指控在赛场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。这表明双方球会无法保证能够使他们的队员的行为保持有序，或者在面对挑衅行为时保持克制。利物浦和爱华顿可以对指控进行回应，截止时间是2月20日星期一，当地时间。感谢你的收听，请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还要点赞哦。